用渔船杀手熊峰三击沉山东舰，台独分子这个梦做的有点太大了。大家好，我是施涛。岛内媒体啊，5月22号报道称，台湾海军资深的人士就透露，台湾海军配备了所谓陆基发射型的熊峰三地对舰导弹的这个海风大队啊，他们的导弹发射车曾经模拟过对山东舰航母编队进行熊峰三导弹攻击。那么测试完之后啊，就马上变换机动阵地装备用弹药箱，结果呢，成功的在30分钟内啊完成攻击，并且啊通过多地的同时打击啊，第一轮打击后，山东舰航母编队啊就所谓的溃不成军啊，甚至是葬身海底。岛内的台独分子们啊，一直是有一种传统啊，就是把某一种武器渲染成是啊以武拒统的神器。之前包括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包括了这个 MEART 这个坦克，都被啊赋予过这么一个角色。而现在呢，这样的一群人啊，又把这个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要树立成为他们新的以武拒统的这个精神图腾。但是啊，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先问一句：雄风三它能堪此大任吗？我们都知道啊，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是一款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呢大约在400公里左右。那么实战中，这个雄风三的400公里射程，它到底能不能够得着啊？包括山东舰在内的航空母舰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大家都知道啊，航空母舰战斗群它主要的打击力量，它并不是航母上搭载的这一些导弹啊，而是航母上的舰载机以及呢航母战斗群中的其他的舰艇所搭载的这一些远程的武器打击系统。山东舰航母战斗群里面主要的打击兵器，除了山东舰上装的这个歼-15战斗机之外呢，编队中的这些驱逐舰啊，还装载了一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等等的高技术兵器。那么这一些武器啊，无论是他们所能控制的这个战斗半径，还是他们能够达到的这个打击的效能啊，都是远远的超出了这个雄风的水平。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雄风三型啊，它的这个搭载平台在暂时是很难能够够得着山东舰的这么一个位置的，那就更不用说发射雄风三来击中甚至击沉山东舰的这么一个假设了。这个假设从根子上它就是不成立的。那么我们要说啊，雄风三型作为一款反舰导弹啊，它对解放军来说那更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啊。早在解放军当年引进现代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掌握了啊相应级别的这个反舰导弹的使用技巧啊，就是马斯基特导弹啊。那么解放军自己的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实力，现在呢更是独步全球的存在。我们一手有尖锐的矛，而另一手呢更有坚固的盾。解放军主战舰艇上嘛，现在普遍装备的包括了1130舰防炮，包括了红旗10近程防空导弹等等啊，都是专门对这个超音速反舰导弹进行过拦截效能的优化的。因此呢，我们要说无论是从一个够不够得着还是打不打得中啊，从这两个问题上，雄风三型都不大会对这个山东舰在内的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构成什么具体的威胁，那么也就更无从谈起所谓的雄风三击沉航空母舰了。话说回来啊，雄风三型从发展到现在啊，取得的唯一一个战绩啊，就是当年在军港里面所谓的误射击中了一艘渔船啊，把渔船给打沉了。那么现在台独分子把这个雄风三型拉出来啊，无非就是要为他们啊逐渐破灭的这个以武拒统的狂想再增加那么一点点希望罢了。只不过啊，咱们的铁拳可不会让他们的美梦再做多久了。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